电视剧《偶然闯入的世界》是由厉晴天、温墨言主演的奇幻浪漫爱情偶像剧。该剧讲述了鬼马少女穆小然偶然闯入来自平行世界的高冷教授的神秘空间，并由此引发出一场颠覆了乱世、古代平行都市的浪漫逆袭之旅，于2021年8月5日在搜狐视频上线。